来自韩国非常热卖的 UR 毛孔清洁贴，那以前呢，或者是说你现在正在烦恼你的鼻子，不管是里头有黑头的、白头的粉刺卡在这边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韩国这组卖的这么棒？第一，它帮你做到的是每一盒里头含有10片的这样子的毛孔软化贴。当你要用使用的时候，当然呢，先贴上来，10到15分钟，把你的毛孔软化了之后，然后再涂上我们这个是第二代的毛孔清洁膏，它是一体的，你涂上来之后，等它干了，它黑色的部分是含有可可的成分，可以把你整个油脂吸上来，然后干了之后，你把它撕下，因为它可以渗到你的毛孔里头，撕下来同时毛孔清洁了，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茶花的成分，可以让你的毛孔顺便做到收小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。那因为在外头啦，这个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这是第二代，所有的效果，所有的容量都增加20%，外面非常多的防冒品，所以你一定
65块了，我们还要赠送给大家韩国天王级的这样的掐红Honey的洗发精，这一瓶市价要35哦。那我们今天外面市价100块，我们是59块钱让大家带回去，只要拥有一个漂亮的没有阻塞的一个鼻子、一个毛孔，所以要保险啊！推荐的时间，加油打电话哦。